伯爷还愿意娶我吗？我可以拒绝伯爷，但伯爷不可以拒绝我。 公子，回府便是。公子，当真就这么回去了？不同郡主再聊聊。兴许是我太过唐突，未曾问过花花心意，便擅自行事，才会如此。此刻再无颜面与花花相见。 郡主追来了，一言不发就要走，我班花看上的男人，岂能如此退缩？花花，伯爷，白日里是花花顾虑太多。 娘的呀，不然我这花大价钱买来的烟花可就白费了。不过，娘说了什么？娘只是跟你姐说我跟你爹当年的事罢了。哦，你都跟孩子说什么了？对啊，说什么了？就说我跟你当年的事儿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当娘的。 月下历史，今生今世，再不与花花相离。我班花也月下历史，我也一样。